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 Channel，我是竹子。元素杯在目前各游戏中已经正式开跑了，在这特殊的赛事杯里面呢，最佳的一些初战宝可梦都有哪一些呢？我们该期影片就稍微针对改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以及分析吧。我们昨日影片有稍微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有关元素杯呢，其特殊条件，其中包括就是从未进化过的宝可梦。然后宝可梦的属性必须是火系、水系或潮系其中一种属性哈，还有就是元素杯呢，CP 上限为500，满足这些条件的宝可梦其实还蛮多的，其中包括就是大部分各世代的一些御三家，还有平民宝可梦等等，那这图表里面都有列出来。而在众多的宝可梦里面，目前元素杯排名前10的十大最佳宝可梦有哪一些呢？其中包括第一名有鸭宝宝，那翅膀攻击加燕返或永鸟猛击；第二名方面呢，则有撒娇加打草结，还有种子炸弹的木棉球；第三名的话，则有藤鞭加种子炸弹以及污泥炸弹的暗影妙蛙种子。第四名方面则有火化、泰山压顶、喷射火焰的暗影卡迪狗，而第五名的话有火花加气象球火系的，还有泰山压顶的暗影六位。第六名方面藤鞭、泰山压顶、打草结的菊草叶。第七名的话有双倍凤凰增强拳，然后精神强念的暗影走路草。而来到第八名的话，则有电光加10万伏特，还有泡沫光线的灯笼鱼。第九名的话，又是另外一只御三家，有飞越快刀加泰山压顶以及种子炸弹的暗影草苗龟。来到最后一名，第十名上榜的有飞越快刀、打草结、能量球的含羞包。来，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各游戏中最新开跑的赛事杯，也就是元素杯里面目前最佳的十大宝可梦。那大家如果不懂在这赛季杯里面要出战哪些宝可梦才好，不妨参与一下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该些宝可梦还有技能组合哈。好了，影片先差不多，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影片中的言论呢仅供参考，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按赞。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，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You answer, I will destroy you.